哎呀，我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他都不接。打吗？他不会接的。再打他也不会接的，再打也没用。我昨天到今天都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打到今天。他都不回一个，一个都不回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帮我去说说，劝就是。安慰一下老板吧，因为确实是我的错。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他呀，我有些地不熟，我这里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他。我今天在万达也转了，在他那个朋友那里去看了，也没找到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也早点休息。